工业设计是恰到好处的美感，还是华而不实的外衣？影响到他挣钱，钱左右的事。是奇思妙想的创意，还是画蛇添足的冗余？设计的不是杯子，我是解渴。This is childish in a way。工业设计如何成为进化中国制造的 DNA？ DNA 不单纯是那张脸。You go be one. Don't try to be me。中外顶尖设计大师和优秀设计者齐聚一堂，对话播出，敬请关注。各位好，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对话。今天这期对话节目呢，要从我身旁的这些展示台说起。此刻在这些展示台上呈现的，都是人类文明进程当中一个又一个改变了历史的杰作。也许看到它，你能够叫得出它的名字。没错，这是公元前3000年在中国出现的青铜鼎。在当时呢，人们可能会用它来盛水，也许用它来装酒，还有的人用它作为祭祀的器具。当然呢，如果没有这样的青铜鼎的话，可能就不会有商周之后中国古代文明体制的建设。这个物件叫马镫，这是公元4世纪中国人发明的。它极大地解放了骑乘者的双手，可以让骑兵更自如地来操控他的马匹。马镫后来传到了欧洲，我在想，如果没有马镫的话，恐怕也不会后来欧洲诞生了骑士阶层。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款车是1908年福特推出的 T 型车，到1927年的时候，全世界就已经生产出了多达15000辆的这款 T 型车，它也被认为是汽车工业进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款车型。当然了，如果没有福特公司的这款 T 型车，也就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大规模的流水线的生产过程，也就没有了你和我非常熟悉的8小时的工作制。这是在1979年推出的第一款的 Walkman， 我们更习惯把它称作叫随身听，因为有了它，音乐就跟我们随身相伴。在这之后的30年的时间当中，从磁带到 CD， 再到 MD， 再到 MP3， 不管科技有了多大的进步，不管音乐的播放介质有了什么样的改变，其实音乐都跟我们相生相伴。如果没有 Walkman 的话，恐怕就没有伴随着音乐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这个产品我相信不用多说，大家都认得它。2007年的时候，苹果公司推出了他们的第一款苹果手机，它的设计毋庸置疑，因为 iPhone 就凭自己的这款产品单枪匹马地把人类带到了一个全新的智能手机的空间。我面前的这列高铁会让很多中国人倍感亲切。2008年的时候，第一条完全的中国自主知识产权并且具备世界一流水平的高速铁路全面的投入到了运营当中，它也拉开了中国高铁时代的一个序幕。如果没有高铁，可能我们无法想象今天中国人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出行。高铁让广袤的中国变得咫尺可达。所有我们呈现的这一切到底跟今天的主题有什么样的关联呢？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什么样的力量？坐在我身旁的这位，在中国的设计领域当中是很多人敬重的一位对象，柳冠中先生，来欢迎您。旁边的这位呢，是德国红点奖的创始人，彼得扎克主席，欢迎您，欢迎。刚才我们给观众介绍的我们展示台当中的每一个物件，可能在很多人的眼中觉得他们之间其实相互并没有太多的关联，但是如果放在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的眼中，他们会不会有关联呢？工业设计虽然现在才叫近百年，但是设计是人类最原始的一个冲动和行为，所以这里面串在一起可以看出就是设计的历程，也就是人类生活方式的逐渐的发生变化，一直到今天。如果让你们从这当中来选出一件你认为它最具影响力或者是最有推动力，我不知道你们二位会选择哪一件。选了苹果手机，来 This one。 选择的理由是什么？ Yes, the iPhone changed our perspective of life, our daily communication process, and it changed also our understanding of a telephone. This has changed our personality dramatically.
Of course, the Model T was very influential as well, but for me, the iPhone changed our life dramatically. 我要选高铁。中国的幅员辽阔，大部分老百姓都由于高铁改变了他的出行方式，给整个不光是对经济的发展，对民生，对全世界占五分之一人口的生活的方式的变化，他的贡献不可磨灭。对，中国高铁虽然比德国、日本、法国晚了若干年，但是我们中国这个里程加起来那是惊人的。如果按照您这样的一个高标准严要求的话，其实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设计一定不会入您的法眼，因为它带给我们的常常是一种让我们抓狂的感觉。我现在跟各位来回忆一下我曾经遇到过的这些抓狂的设计，来大家看一下。你看到没有，这个 U 盘据说是有100%的差错率，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这次是正面还是反面，到底哪一面是对的。旁边有两个 U 盘的接口，但是你永远别想把两个 U 盘同时插进去。再来现场调查一下，有没有人买到新衣服之后你会被上面的这个商标折磨得寝食难耐的，请举手。我还得再举一只手，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商标会转移到右侧或左侧，你会觉得你满身都被它在折磨当中。安抚一下，我们都是被这些糟糕的设计所坑害的人。来，第四个设计，两个插座完全没有办法同时使用。不光是这个，这个大家都有体验。嗯，你看现在电脑发展很快，越做越薄，越做越薄，可是那个充电器总是那么老大。所以这个为什么不能设计完全能够解决？作为设计者的智慧应该做到，但是没人关注呢，只关注电脑。哎，您刚才说像这样的一些令人抓狂的事儿，完全都可以规避，完全都可以把设计做得更好。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却没有看到您说的可以做得更好的这一系列的东西。比如说插座这个问题，很早就存在，是吧？不管你怎么提，没有人敢，没有人敢。为什么不改呢？一改要改模具，是吧？一改要改生产线。这样的话，说句实话，立即就影响到他挣钱，所以钱左右了设计。I think we're moving at such a fast pace. It's very hard to coordinate between one company and another company unless you are a company making a lot of products, like Apple. I mean, they have control over a lot of what they make because they have a system of things.These are not systems. They're separate companies working on individual products, and they don't typically talk to one another. So sometimes it's a big surprise. They produce a product and they realize, oh, we made a mistake. 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我们非常高兴请到了中国的一些非常优秀的年轻的设计师，也请到了国际非常知名的一些顶尖设计师。也许在他们接下来的对话当中，我们可以找到工业设计的力量。很多人说这是一个拼颜值的年代，任何一个产品如果设计的不好看，颜值不高，恐怕都没有人愿意理你。我们不知道到底哪一款设计会首先以自己的颜值来征服两位现场的嘉宾。 This one, this is a window cleaner. It's a robot who cleans windows. 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啊。The appearance of a tool should be express the functionality and the usability. And this is a very, very practical design. Of course, and that's why I think it's a really good design. 柳先生呢，他们都不入你的马眼。我觉得我选不出，从颜值角度我选不出东西来。那欢迎您重新入位，因为这是一个自由的选择时代，我们不能强迫你选一款。我觉得咱们这个栏目问的问题非常有策划。这颜值的话就是商业闹的，商业就促销，你买买买，你买了它就成功了，它就挣钱了嘛。你自己买回去能用不能用，好不好，对人类的社会引导好不好，它就不管了，不负责任了。去年在广东东莞有一个后街有一个名家具的博览会，也就是中国三大家具博览会之一。它里面陈列了一套家具，硬木的，做的雕花的工作的非常考究，八件套硬木家具。完了，这个企业家跑过来说：“刘先生，我这个一定给我评上奖，因为只做了四套，马上卖出去三套，现在就剩这一套。”
那说明我这个卖得很好，而信心满满哈，信心满满的。那我说你这套家具多少钱？大家在座的可以猜一猜。雕工非常好，雕满了龙凤跟花枝。我想说应该是在几十万这种家具。几十万啊、哦、哇，我跟你说不是几十万六千万，一千万欧元。我的天哪，你看把我们设计师吓得都直接就赶紧坐回去。所以我当时说你怎么可能评奖，我给你打零分。这个风起现在正要杀，当然现在我们说设计师的参与已经好一些了，但是这个风起还没有完全杀住，大家都追求表面的眼球，所以在中国有个眼球经济，眼球经济害死人，这是很糟糕的。我们都看到了这个家具，你也被他吓住了。对，我说句实话，它就是一个调几长长桌，六把椅子，两个花机，卖到六千万。所以这里面其实颜值完全是在美学上在评价一个产品，但这个美学呢是没有标准的，是吧？没有标准，你说美他说不美，工人说美，知识分子说不美，它没有标准，不可评价。 The appearance of a product is part of the design process from the beginning, and the appearance of a product has various functions that it needs to fulfill. It needs to communicate the product's functions. 这个外观当然很重要，但是我们往往把外观和功能分开了，其实外观和功能从来不可分的。现在大自然里的动物、植物、飞鸟，它的外观跟它的本身生存能力、跟它捕食能力能拆开吗？你一拆开它就得死。所以我们设计师必须要从大自然学习。我现在特别好奇的是，谁是刚才那件被选中的设计作品的设计者？能不能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欢迎一下，欢迎一下。What was your idea behind this product when you designed it? 因为我们一直关注到，就是在中国来说的话，擦窗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也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更多的是让，一方面要考虑到怎么让这个产品更加的智能，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机器人，另外一方面就是让它考虑到，这个产品如何更好的，更加方便、更加简单的被消费者使用。讲到颜值方面的话，我们其实正如扎克主席您刚才讲的，这是一款工具，这是一个为人们服务的机器人，所以我们要让他感觉这个产品，让消费者感觉这个产品更加的可靠，也更加的安全。设计师回答得非常好， Peter Tech 选择的也非常对，他是要解决问题，因为这个设计从问题出发。那么问题居然提出来要防止我们擦窗人掉下去，那么我就要考虑他的操作提示有利于操作者辨认去调节，而这个表面是个外观的改进，其实是本质的提升，所以它的颜值更应该从这个角度发挥作用。但是我从这个角度看，就是做得不错，但是要从纯颜值或者外观解决功能的表现、操作的便利和安全，可能还有很多细节值得我们去推敲。我们关注颜值其实是为了提高这个产品的辨识度，让它能够在第一瞬间就被别人认出或者记起。不过对今天的中国制造来说，好像我们并没有这么高的辨识度哈。这个问题也就是我们就感到了我们是落后了，我们得承认。50年代引进的苏联的卡车，长春汽车制造厂，57年建成的，当时的产量是全亚洲第一，但是到了87年，30年过去了，我们产量提高了，质量提高了，培养了那么多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技术能手，以至于我们的价格下来了，我们也换了造型。到了87年一看，我们还得重新引进。为什么？我们干了30年的汽车，不明白什么叫汽车。您说的汽车是运输啊，不是。所以我们的4吨半的卡车，运机器是它，运粮食是它，运棉花是它，运人还是它。这就是没有设计，有技术，有质量，但是没设计。设计是从人角度。90年代中，我参加了德国的 Car in Design， 当时我们第一次参加，我们的汽车设计工作者怎么可能跟德国比？我们差的很多，
但是我提出理念就是，我不是设计车，我是解决中国当时的交通问题。所以拿出的方案打动了德国的评审专家，居然给了我们奖。所以这一点就教训了我们，我们不能简单的引进，我们一定要把中国的问题找到。实际上接着刚才刘老师的话说啊，中国现在的制造，我们的汽车或者我们别的产品能否有，其实我换一个话题啊，应该叫做 DNA。 我们这里其实有个误区， DNA 就是那张脸嘛，不单纯是那张脸。我给大家讲个故事，92年之前，宝马车，宝马的设计师被所有的欧洲设计师所批评。为什么呢？说宝马，你们是在做香肠。什么叫香肠？切头切尾都一样，大车然后我给它切了长一点，小车我切一下然后组合短一点。92年之后呢，实际上整个宝马这它的一个设计上的一个话语权的提升，同时改进了这些，我们可以看出，就是说它内在传承的 DNA 开始起现作用。而且传下来的东西不是那张前脸，那张前脸改了。如果我们仔细对比哈，30年前的宝马和现在的宝马，它只是品牌符号非常强。国外的品牌，它有非常长的这个历史的这种沿革，百年汽车史啊，它逐渐的这个发展演变呢，它品牌是相对集中。而我们国家现在有上百个汽车品牌，这就很难聚集一个具有中国 DNA 的设计的这个形态。这当中是因为我们设计的缺陷，或者是设计师的水平不够，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导致呢？所有的德国车都是具有非常强烈的德国的要素，只要是开过德国车的，我们就知道他们特别喜欢这种旋钮式的这种交互。所有的车，德国车都是这种旋钮式的交互，这是他们认为这种交互具有非常准确的啊这种操控方式。日本的这个车，它有日本的一个特点，它非常的关注细部，所以从它的外观再到它的内饰，他们的这个细部的这个把握都是这个非常深入的。因此咱们中国的品牌，第一需要积累，第二需要深刻的去挖掘咱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上的最精髓的东西，然后体现在我们的产品上面。我们今天的中国设计的 DNA 到底需要有着什么样的一些阳气，也就是哪些要保留，哪些需要改变和抛弃的。刚才何先生讲的，我就讲的很客观。嗯，对 DNA 的认识也好，必须要有个过程。咱们不要着急非要什么形象颜值。您总是这么打压你的学生的吗？不是，这是一个鼓励，让他必须清醒，不要急功近利。嗯，你要追求风格，你肯定作假。就像我们一说中国文化，非要弄成一个什么汽车的鬼脸，做成一个扇面，我的尾灯做成一个大红灯笼，说外国人说你中国设这个设计没有自己的风格。不要听这个，我们老老实实把中国问题解决了，跟上社会的节奏，我们中国自然会沉淀出我们中国的所谓的 DNA。 德国的设计在这么多年当中，有哪些是被沉淀被保留下来的，有哪些就已经被抛弃了？ The German design is based mainly on usability, on the use. First one, function. If there is a product that does not function, it's nothing. You know, then the second is, I call it seduction.A product must be sexy. Even the window cleaner, in a way, it is sexy. If you see it in work, as I did today, it is really an amazing so-called sexy product. And the third one I already mentioned is usability. And the fourth one is responsibility. Responsibility not just about our environment, is a cultural responsibility, is...You know, a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s a good advice for the industry in Chin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n your own, innovation on your own, don't buy in Germany or somewhere else, develop on your own, and invest into design and good ideas. And by doing this, you create your own brand and you create your own DNA.大家讨论半天 DNA 是 DNA 的，不是个长相，我永远把 DNA
当做一个长相，你看 IBM 做成方的，它以后延续都是方的，我觉得是个内心的很深的一个东西。比如说家电，我们提到最典型的家电，然后我们出豆浆机，我一看那个豆浆机，它是豆浆机吗？它不是，它是欧洲人的方式做的。他把那豆搁进去以后，2000转的刀刷把那豆打成粉了，让你吃，那叫豆浆机吗？那是豆粉机。中国人的豆浆怎么做的？是研磨，经过压研以后出来的浆汁跟空气的长期结合形成了蛋白质了。我做过这个实验，我们如果用研磨方式去做的话，那就是说那是真正中国的豆浆。但是这个刚才说我们的 DNA 来自哪儿，就来自于这个研究。我们现在干外国人的食品加工，基本上他们是以切削为主的，是吧？什么生东西拿过来拿刀切着就吃了。中国人是以研磨为主的，是吧？你的小麦香油，你的乱七八糟都是研磨的。中国生活在这块地方上，我们的身体结构，我们的状况都是受到这块地区的影响，才形成了中国人的文化。不过现在好像有很多的中国企业等不及我们中国设计师的逐渐的成长，所以他们找了一条捷径让自己的设计显得更有风格。比如说你会在很多中国产品的设计的广告当中会发现，至少他有一个外国人，这个外国人长得很像设计师，你唯一的信息来源就是厂家告诉你，我们特别聘请了来自意大利的著名设计师。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或者中期卖不出去东西，打一个品牌意大利的，卖不出去，卖出去，做一个厨房，弄一个巴黎左岸，卖出去，这是不可持续的。这看上去很洋气、啊、对，很洋气，很容易吸引。所以中国现在目前的状态是非常奇特的。这里面就是像我们合作的企业，有中国非常大的企业，他们请外国人去做厨房，请意大利人去做厨房，我是有看法。因为连中国菜都不会炒，他做什么中国厨房啊？我觉得我们该学习的是外国人本身，他们在技术科技方面很先进的东西，如何拿进来跟中国的文化能够并合起来，跟中国的习惯能并合起来。所以我说必须在适当的时机为适当的人群创造适当的产品，而不是去抄。We have worked with many companies in China, at least 3 major companies. So I think there is the room to work with companies in China, particularly when you bring an expertise that is important that they want to have. We live in one world. We're designing for multicultures. We've worked on the design of Korean homes, Korean apartments. We've helped them move from having a traditional view and a traditional understanding to form a combination of both modern and traditional. 如果有中国的企业想要聘请您作为设计总监，并且告诉你我们会把您的头像印在我们的广告当中，您愿意吗？ No. Because you my picture on something, I don't care. I want to help the people in China make advancements to advance design within the corporation, and then I'd rather have a picture of Professor He. Because this is China. Be who you are. Don't try to be me. So that's sort of my answer. 来自于不同国度的设计师，他们对于中国设计师的设计理念的认同能一样吗？ I think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have an international jury. For example, in the Red Dot Award, we try to have only 10% of the judges from one country. Only 10%. And another reason for this is, in many areas, design has become a globalized issue. And we have to look from different angles to this. 虽然您说这是一个国际化的趋势，可是在国际化的这个设计舞台上，我们还是看到了一些不同。比如说日本设计师的评奖当中几乎就没有外国评委的身影。的确是，就是日本的G-Mark， 他大概有将近40年的历史了，应该承认欧美比我们早走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我们在这个后进的过程当中，我们更关注我们自己国家的发展战略，也就是我们4年前请的英国设计委员会的主席，他讲完了以后，我们中国自然就很，当然很崇敬他，他讲得非常好，就问中国的设计该怎么做，中国设计该怎么评价。这个老先生很不客气指着他的鼻子说，那是你的事，中国发展的目标跟世界的发展目标总的是一样的，但是毕竟阶段不同，阶段目标不一样。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考虑，就是我们经过了几次，有一次就是中国人喝茶，茶杯，中国拿出了一个茶杯，是解决中国人喝茶不是袋泡茶，是茶叶片，这茶叶片冲了以后呢，一喝有时候把茶叶倒这儿了，所以有时候不吐一下或者捏一下很不文明。他提出一个设计，就是有这么一个滤片，能够在喝茶的时候就文明了，不至于把茶叶喝到嘴里边。这个方案就是这个设计，我们中国人都表示这是代表中国办公室的饮茶的一个小革命吧。我们觉得它确实解决了我们的饮茶之需，解决了我们中国人喝茶啊这个，但是最后是落选了，因为外国人对可能对喝茶的文化不太那么理解，他们是用袋泡茶，嗯，所以这点就是它不是有意的，就是这个文化上的差异。This is not any longer a problem. This used to be a problem maybe 40-50 years ago. I know so many Western designers who knowmuch more about the right tea drinking than the average Chinese people. So the world has become much smaller because we travel so much, and with these devices I mentioned before, with the internet and with our mobile communication, we learn so much about other culture. 就是我经过了很多评审，是，也是中国的评委会，有的是一半是外国的专家，有的甚至是70%是外国专家，就是在这个评审发现一些问题，就是对我们中国这个发展阶段，我们最关注的什么，作为国家战略或者我们的产业发展最关注的是什么。去年红星奖，红星奖我们也提出高铁，高铁的外国专家可能对高铁在中国的作用还不太理解，他走过去说 graphic design 就根本就不打分了。您刚才在讲这个观点的时候，这里面是有很多不是仅仅是专业的问题，它带着一个国家的发展的重点，跟中国现在更需要的实业。我们所强调的设计之美绝不仅仅是颜值高，事实上更好的设计之美的体现应该是颜值和功能的一个完美的结合。所以接下来我们如果要从功能这样的一个维度来判断今天呈现在我们现场的20多位设计师他们的作品的话，我们不知道两位评审你们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This one I already choose the robot, but here is a nice pillow with a fantastic function to relax, and you can put music into it. 你选的是一个枕头啊。But also, oh, this is not bad. Yeah, it's also good as a.这个是做什么的我们就完全不知道了，谁想猜一下这个蓝色的东西啊？这都不知道它做什么的。我认为这个是一个音箱，小音箱，音乐播放、播放器音箱。这是一个蓝牙音箱啊，也是我们昨天刚刚红点的好设计奖的一个获奖作品。首先音乐给大家带来很多美好的回忆和很甜蜜的这个日子，所以我们把它做成一个甜甜圈的样子啊。甜甜圈这根是干什么的？这是你的、这是一个整体，对吧？对，它的外形就很讨人喜欢，我们也有很多颜色、那我们设计的就是让它在家里用的时候很方便。我们会有一个这个东西直接钉在家里的随便木头的家具啊墙上都可以，然后就把音箱挂上去了，就把它往上一套就可以了、方便携带对吗？对啊，我们骑单车挂在背包上，还有出去旅行的时候放在任何地方都很方便、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简单反正但是很实用的一个设计。哦，好，谢谢你，谢谢。这样这个到底是做什么用的我看不出来，这个从它的材料或者它的细节的处理都还是到位的。我觉得应该也是个音箱吧。它有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八音盒了，就是一个。啊，这是揭晓谜底的，要把它翻过来。设计师是哪一位？哦，这位小伙子。
它确实是一个八音盒。嗯，我当时设计这个产品的时候，是因为我也要送一个东西给一个朋友，但是我去看的东西的时候，八音盒有很多，在我们的概念当中都是一个小钢琴啊，或者是怎么样，因为太多的这样的东西，所以我是做一个木头的一个原创的设计师，做的所有的产品都是原木，全是木头。你的那款产品，你说要送给一个朋友，送给他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当然很高兴啊，很兴奋啊。他说，有这么漂亮的一个音乐盒，它只是一块木头，那块木头我还可以收藏。是你的女朋友吗？不是了。啊，所以我想给你提点建议啊，既然是八音盒，它的声音你看很弱。你应该增大它的共鸣腔。这个为什么要用实心木头？你的目的跟你的弦的材料之间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发挥？这是第一个。你送个八音盒里边可能献给爱丽丝，我曾经听它就听烦了。你能不能让它有配套的一个系列，有不同的机芯？你这个价值可能还会增大。谢谢你，请坐。刚才两位挑完了之后，其实我也想挑一挑，甚至包括现场的各位，你们有没有好奇的产品？我都没想到，我原来以为它仅仅是一个道具摆在这儿，现在发现它也跟我们的设计有关系，也是设计师的作品。来，哪一位是它的主人？请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它。其实这台钢琴的特别之处，或者说它的神奇之处，大家看到的仅仅是其中的一点点，它就是会这样的自动的循环的弹奏一首曲子吗？哦，不是。这下子我相信我应该可以有信心满足柳教授的要求。柳教授的要求是什么？你说说看。他希望有一个共鸣的非常好的八音盒，啊，然后这个八音盒可以换音乐，嗯，他想听什么听什么。嗯，我有一个问题，钢琴是演奏的，现在你没有人，那就是个录音机。首先我们经过验证，因为我自己学琴就是个痛苦的过程，所以我们希望发明创造一样东西，让它能够更加容易的学习。所以这架钢琴首先是个学习器材，它这上面有五线谱，有最好的老师所弹的实况，它可以慢动作，可以仔细的教孩子。我们希望这个钢琴能够在家里把您家庭的所有欢乐，从你的小孩从10岁开始，英容笑貌，老人家在家里的娱乐，全部都提携起来。弹奏一首，好的，稍微大一点的曲子。好，有没有谁可以坐在那儿假装就已经就会了？请把摄像机到那边去，不要拍到我的手。来，我来吧。自动演奏系统，我们研究了非常久的时间，因为我们希望它能够带给大家最真实的感觉，最细腻的感觉。所以它凝聚了非常多的工程师的一个心血。我们的设计师有一句话是我们在员工里流传的，叫形式追随功能，因为它首先是要满足人的一个功能的需求，然后才是一个外观，才是一个表现的方式。设计还得考虑环境啊，你的定位是什么？好像可能很华丽，这是过度设计。我们公司有两架钢琴入选了这个好设计奖，另外一架呢，恰恰就是柳教授所提的，它是一架历史钢琴，黑黑的，非常小巧，
它可以放在教室一角，它的价钱也非常低廉，那么它具备了它的所有功能，但是没有这么高的颜值。请教授允许我表扬一下，这个看的还是挺漂亮的，很炫。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帮助我这样乱弹琴的人看起来就像真的会一样，对，这个也满足了一点点的心理的小小的虚荣感哈。来，谢谢你，谢谢，谢谢，好，谢谢大家。其实我倒是好奇，这个是干什么的？主持人你好，其实这个是一个床，啊，是个床，是一个椅子，哦，所以连枕头都配好了啊。对，其实最主要这个床当初它的研发，其实是我们的创办人郑元上人，他看到巴基斯坦水患，一个女孩，一个小女婴出生就放在地上，所以他请旁边的人，大家去想办法去研发，一个东西可以很轻便，然后可以变成一个床。哦，对，它很重吗？或者是很轻？13.5公斤。哦，对，重量确实是不重。对，然后也可以变成是一个椅子。I think if I take you serious, in the case of the piano, when you have to think about the environment, in this case, it fits perfect into the environment, because when we go to flooded areas, you need a lot of holes into it.Yeah, so that the water can go through it. So it is fantastic, easy to use. As you mentioned, it is very light and it is easy to handle. And it's, again, a social responsible product. So fantastic. 扎克主席又会赢得设计者的喜爱。只要你愿意，一大批的床都会送到你家去啊。你不要送给蔡，是送给山区或者是灾区。送的对象错了，这个是啊。那个是非常的做了大好事。哎，我觉得不送给主席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的体重会不会让这张床承受不了，因为这看上去好像不是一个可以承受很大体重的。120公斤。120公斤啊，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产品恐怕都蕴含了一个辩证关系，就是你的功能跟你的颜值。你们觉得在这个功能的设计领域当中啊，到底它的功能跟形式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也就刚才我说的，我要汽车干什么？我要的不是汽车，我要的是交通。我设计的不是杯子，我是解渴，那我就根本没有谈不上杯子的功能了，是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在设计教育当中强调，不是做名词，不是做椅子，不是做麦克风，不是做眼镜，不是做桌子，不是做地板。其实您说到的这个跟是本质。对，这是设计。要中国要能够赶上世界的话，必须纠正认识，我们是解决问题。您的这个观点呢，跟德国的这个包豪斯设计学院一直强调的一个理念可能是不谋而合的，就是我们的设计其实并没有所谓的形式，当你的功能已经发挥到极致的时候，形式是随之而来，自然就体现出来了。但在今天的中国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是我们常常看到它是分割的，是割裂的，就是设计人员只负责形式，而功能的部分交给了工人去做，交给了工程师去做。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uropean design and Chinese design? And the difference, or the biggest difference, is the answer to your question. Is my impression is that here in China, aesthetics and functions are separated, but they're actually one. Function.And aesthetics are not balancing each other. They are one thing. And when they become one thing, then they are a great design. I brought this product because it is something like a toolbox, but it is a high pressure washer. So that means it works with water that can come from a hose or a watering bucket.And it puts water under pressure so that you can clean your car or surfaces. And we wanted to make a very light and compact and mobile product that is very easy to store and very easy to put into function. So we were actually inspired by James Bond's products and tools that he uses when he's on his missions. You have everything you need.In a very light and compact space, and with just a few movements of your hand, you can take the product away. You can take the lance away and mount it, like James Bond would do it.
你现在特别像007啊。And you can connect it to the machine and you're ready to work. 我们现场正在拍摄新版的007，这是最新一任的 James Bond。非常厉害，非常厉害。我们其实探讨了这么长时间的性能也好，审美也好，都表明我们对工业设计其实寄予了厚望，因为它也许会成为我们中国制造不断的转型升级和提升的一个重要的支柱力量。那么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被别人戳到的一个痛处，就是这两个字，山寨。但是据我了解呢，其实山寨这两个字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实际上在很多的一些国家，你比如说德国也好，或者是日本也好，在他们的发展历程当中，包括韩国，都曾经有过被指责为山寨的历史阶段。有图有真相，我们来找一找哈。Hello Kitty 是世界流行的一个形象，但是据说呢，它是山寨了比利时的一个卡通形象小猫米斯蒂。上面一排中间的这个可爱的牛奶妹是日本不二家的一个非常知名的品牌，据说呢它旁边的这个山寨姐妹是美国的品牌 Bird's Eye 的形象 Mary。 最上面右边山寨了的宝马摩托车，你看一下，连它的名字呢似乎也都要跟它长得比较像，叫 DMW 而不是 BMW。 再来看看下面这排，下面左边呢是东芝公司当年山寨的通用电气公司的一个电吸尘器，我们看到商标也非常非常的像啊。下面中间的这个图是日本二战的时候非常有名的战五渣手枪，它是王八盒子的原型，南部手枪的外形非常像德国的鲁格，所以在西方呢人们把这款手枪称作是日本鲁格。下面右边的这幅画上展现的是日本京基牌的相机，显然呢它山寨了德国的莱卡相机。好像大家都觉得山寨是必由之路，所以造成了我们国民在很大一个程度上大家都认为抄袭是学习的第一步，其实不是，这就是我们认知上的教育当中的一个造成了一个非常深远的影响。所以西方它也有过模仿阶段，但他们转过来，他们转过来就是他们并没有接受这种他山之石和工艺，给他歪去理解了，逐渐要找到自己的问题，开发自己产品。而中国的企业，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是模仿引进，造成了我们制造制造制造就加工加工加工，所以现在我们也发现是个大问题了。但是社会上大量的舆论认为你抄袭有什么关系啊，他也抄了你也抄了，为什么就抓我啊。现在主要国民素质都是急，要快，要大干快上，最后就容易作假。那么德国摆脱山寨的秘诀到底是什么？最初其实英国也是你们模仿和追捧的一个对象。The Germans were late in industrialization, so we were at that time Great Britain was almost 100 years in front of us, and so they produced machines there in Great Britain, and when the Germans wanted to take part in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of course they had to go to Great Britain and to buy the machines there. The Germans at the same time established an association of engineers, a German association of engineers, and they were starting to think in norms and standards. So the British machines were not normed, and this was a big problem to keep quality in production. So what the Germans did at first, they innovated that and they created their own norms. And suddenly they made the British machines better. And by doing this, the products became better. And when the new law came out in Great Britain, the Germans sold their products and they had to write on it made in Germany. And the British people saw, wow, it is cheaper, but it's better. So what you can learn from this is,You have to innovate and you have to make your ow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the country. And I think this is the same way Japan went, so that they not, nowadays not any longer need to copycat other products. 我很同意刚刚 Jack 主席所说的，实际上如何摆脱 copycat, 如何或者说山寨，如何像日本韩国之前也是走了这么一条路，它不是必经之路，必须是像刘老师说的，意识到了这个的危害以及
开始自己的研发，自己深度的研发和具备这种能力才是摆脱它的唯一办法，否则永远抄。而且山寨会带来一个问题，山寨无法带来一个可持续性的盈利点，可以一时，可是对品牌的损害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呢，必须有创新，必须有自己的研发，这个过程很漫长，也很痛苦。To share with you another thing of copycat, if you look to the company Louis Vuitton, they are the most copied company probably in the female bag area. The other buyers, they spread the brand all over the world. You see it everywhere. So for the brand itself, it's fantastic because you see everywhere this kind of Louis Vuitton bags. And still, the original buyer of Louis Vuitton will buy the original. And so it does not harm the company in this case. So I like to see this in a more differentiated way, the copy processes. But coming back to your question, the only way out of copying is innovation a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doing your original own product. 很多设计师觉得蛮委屈的，他说不是我不想认真的去设计，而是我的老板、我的雇主或者说我的甲方，他们说你赶快两个月就给我弄出来，你别花那么多时间，别弄那些没用的东西，快点图纸出来，我赶着要卖呢。我现在坐的这把椅子呢，是我们经过两年多到三年的研究，这把椅子最大的一个特点，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叫研究，要研究，不是抄袭。我们第一次谈合作的时候，他是找到我的，他由广东追到北京找我，我说我没想给你做啊，他说我找你来了，找你我就是希望你想做，我说那就有一个条件，就是我现在坐这把椅子的时候，我对椅子并不是非常了解，那第一件事首先让我成为专家，你要花钱，我要把所有的椅子了解过，要把人跟椅子的关系了解清楚，只有专家才能够给产品做设计。多长时间？六个月。六个月的时间是在研究全世界的椅子。人家就没有等不及的这种要求吗？有，老板先来看，就想看看我们搞得怎么样了。我不让他看，为什么不让你看？就跟我画一个人，还没画完呢，你就来了，这儿不像那儿不像，你说我怎么做这个事儿？我说你最好出去。他过春节的时候，他隔了三个月，过春节都调北京找我去了，他要看。我们那时候初步的方案已经有了，我说你不能看，我们都说好了的，我就是不让你看。您真霸气啊，你看多少设计师羡慕您可以用这样的姿态来应对。那没办法，因为我能给他做设计，我能解决他的问题，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这把椅子我们做了两年，我们一开始两年多三年，现在时候说句实话，他的投资怎么回来呢？第三年生产出来的时候并没有挺好的市场，第四年是他被联合国拉美欧共体选为首脑会议的60码主力，坐在那儿以后，他现在一年销售额是5万码，那这个时候他是逐步逐步才出来。曾经有一位设计师朋友告诉我说，所谓设计其实就是生活方式的一种设计。确实，我们来回望一下人类文明的进程，你会发现似乎我们从人类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处在一个无所不在的设计年代。我想对于每一个设计师来说，我们并不仅仅希望自己的这些设计作品只能存在于博物馆里，或者是停留在我们的设计草稿当中。当未来的某一天，设计师的作品可以被人们记住，就是因为他有了改变世界的力量的时候，这可能才是我们设计师最伟大的一份成就感。今天的现场云集了所有让我们充满了期待的这些设计师，我们希望有一天你们可以拿得出让世界为之骄傲的设计产品。祝福大家，也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对话，谢谢我们台上的所有的嘉宾和到场的每一位朋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